坐船的话就可以从这个桥洞穿过。我们穿越这个城堡的入口，感觉一下子融入这个城堡了。哇，门上都要挂一个铠甲，女王的房间。哇，女王的澡堂子，好有设计感，到处都是圣诞树。很明显那个是亨利八世了。外边也是湖景，穿过这个走廊。哦，真的，墙壁都是黄色。一战、二战时期的，看到了自己。两个花瓶。